其实这不是课程，这是我的售后服务。也就是说，我觉得学习过后呢，如果你没有一个售后的连结，我们很容易回到家就被同化了，或者在现实的压力里，我们很快就会回到原来。所以呢，我都持续跟我的学生们维持大概每个月可以见一次面。那这一次面，我都是用比较轻松的方式，让大家一起也来放松，所以很快乐的。我们都知道2020年初，那么世界经历了这个 COVID-19 的席卷，那现在呢接近两年了，大家真的闷很久了，所以我特别选一个户外的地区，让大家去接触空旷的大自然啊，然后看看可爱的动物啦，甚至可以一起烤烤肉啦，所以它是有用意的安排，让大家去接触大自然，终于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这几年来呢，我带过学生去看电影啦，哈，那么甚至到全省各地的科博馆啦，去看一些展览啊，3D 电影，那演唱会，这应该算是第一次，除了我自己的演唱会之外，今天也都是我招待学生的。那我觉得生命有很多的美好，它是在各个领域，所以我希望我的学生们都能够在生活很平凡或者很精彩的片刻去体悟，原来活着真的很好。我的学生每一个人都是说，老师，我们太爱你了，因为自从上了你的课，我们从此吃你的喝你的所以呢，你会看到我真的就是把同学们当家人，那你会真的看到我们这里很多上课一二十年，甚至老中青三代都有。很高兴这次真的有机会跟向老师的一日游，虽然是个很多年前游过，但是今天是截然不同的。我觉得每一个事情的发生都是在教导我们，就像烤肉，有人说哎呀，风百年都没有烤过肉，可是你看自己动手的感觉烤起来就是好吃的，虽然手没手不重要，但是我觉得是烤的过程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喜悦，就是很难的体会到的，因为平常都忙于工作，所以很难有这么大群人一起合作，然后一起相处，然后碰到每个人都是哇好久不见，很难难得的家人相聚，所以下次有机会一定也会跟着参与老师的活动。从疫情我们5月份开始以后，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让大家会觉得说人与人都已经完全失去信任。我今天我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一定要来参加这个活动，就是说我觉得很少没办法，就是说像这样子可以，我们就是那么信任的同学可以在一起这样子一起游玩，而且是北中南。今天早上呢，我最激动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就是每一位的脸都是很熟悉的面孔，让我觉得就是很开心哦，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可以从那样子的一个过程走到这个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件事情。觉得老师不管他每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很贴近我们的心，那我们一定要用最享受的那种感觉去享受老师给我们的用心。我觉得那种心是我们要用很100%的接受度去把它接受过来，这样我觉得很感谢老师。因为刚开始我们就是争吵，永远就是争吵，永远就是到指责对方的不对，永远不会去检讨自己到底是错在哪里，只会说都是你的错，都是你的错。但是我们在检视自己的时候，其实自己也有错，只是我们把过错都放在对方的身上。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说，那你去上课吧。那他就说好，因为我去上课了之后，他想要问我一些问题，那我就会帮他跟他说，今天课堂上学生发生了什么问题，学生发生了什么案例，我就会解释给他听。那他听一听，他就觉得说，你这个课好像天方夜谭，真的有这么质疑。他刚开始也很质疑，好像是不是被骗？对，学费蛮贵的。是。其实我刚进去一两年很懵懂，我也是很。就是还是很混沌乱七八糟的，因为在课堂里面
老师除了讲课以外，他会有学生问个案。其实那个透过一年、两年、三年，我才发现那个问题我也有，或是我自己不承认。那我开始就老师有讲，就是要开始道歉，跟过去道歉。那慢慢慢慢很多压力就放掉。其实这个过程是很长，那到现在快五年了，我们两个可以沟通。其实一辈子我可能还很长，但是我们自从上周老师的时候，刚前两年我们还是不相信对方，还是会争执，还是会争吵。那但是变成是说，我们会看到学生的改变，学生的改变，我们就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跟着互相的改变。其实很多人就说，其实上周世杰老师的课上这么多，到底改变是什么？其实我们自己的心先改变了。我们改变了，我们自然而然学生会互相看说，哎，这个同学也改变了，那个同学也改变了，互相影响对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改变真的很大。哦，从来没有，因为这是很花钱的。真的没有一个老师他肯在后续的服务绵延不断。你知道我每一年光在台湾地区啊，回馈给我的学员啊，每一年呢、啊、吃饭啦 然后国内旅行啦、啊、包括有达到这个我们的基础的，我们甚至会带他出国去玩哦，都是我招待。我发现我每一年光台湾地区平均要花上七位数字，而且这七位数字的第一个数字不是一哦，所以这不是一般人扛得起的，真的是只有我这种傻傻的花。不过我花得很开心，因为你看到这么多人，你会很感动，真的很感动。对，当然我很喜欢把学习呢跟我们的生活连结啊，那这样你才会知道说原来生命很美好。所以我的课程里呢，有的甚至会带学生到海边去画画，甚至有的会让你三天享受完全跟自己在一起，是静默不说话，大哥大我帮你收起来，然后呢不会有人打电话给你，你也不会跟别人联络，那你会发现啊，原来分分秒秒跟自己在一起是这么的幸福。原来我们觉得人生的美好是很简单就可以到达的，所以我完全在课程里直接就把它设计进去。所以我的课程基本上是来学习也是来度假的。喜欢我的影片吗？欢迎你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